李秀玲，你好。凤姐好，各位观众新年好，祝大家万事如意。说话的声音都好甜呢。我记得第一次听你的琵琶呢，是在好久，那时候正好是你刚刚全省得到琵琶比赛冠军。对。然后我们中视有一个节目叫《蓬莱仙岛》，有邀请你去上过。对。正好那天我也参加那个节目，那时候我看到你好清纯，好可爱啊。那你平常对着琵琶以外，有没有说特别的兴趣？有啊，我从小就学钢琴嘛。那我还会吹横笛、拉南胡，但那个没有正式学过，都是我自己练习的。那太不容易了，那么小小的年纪，懂得乐器那么广泛，我想哪天要好好的跟你学学哦。好啊，那你要教我唱歌哦。你喜欢唱歌？对呀。我是觉得唱歌是来的比琵琶容易多了，如果说你想学的话，我们互相研究好了。好，我预祝你今年的幸运亨通，同时呢，给你们的琼瑶节呢，赚赚大钱。谢谢。